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光天化日和别的男人揉搂抱抱，苏晨曦，你忘记答应过我什么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肮脏吗？他现在这样，跟你也脱不了干系。而且我们都离婚了。别忘了，离婚协议书我还没签呢。你也别忘了，我早就不是封家的人了。 你说什么？傅总，你这要你好好休养，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傅总，傅总。 爸爸快不行了！什么？